曾是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，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？字不如表，表不如图，图不如视频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讲师。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。我的目标是够全、够新、够精。听高老师细说 PHP。大家好，我是修炼的讲师高火峰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子。妹子，上节课呢，咱们学习了一下 PHP 数据类型之间的转换。嗯。那咱们说转换分两种，一种强制转换，一种是自动转换，对不对？那这节课呢，咱们学习一下自动转换。那咱再回顾一下上节课，当时转换发生在各个类型之间。那我们看一下，你看啊，数据类型之间转换 ，PHP 变量定义中不需要明示的类型定义，对不对？变量类型是根据用变量的上下文是不是决定的？这是弱类型定义。那类型转换呢，是指变量或值从一个数据类型转到其他数据类型，对不对？那一个是自动，一个强制，对吧？刚才咱说强制转换，可以看一下这些转换方法，任何类型之间都可以转换，这是常见的类型，比如说周串转整型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呢，布尔型也可以转整型，对不对？浮点型也可以怎么的转周串，这些之间都可以相互转换，听懂吗？嗯。那咱看一下什么是自动转换呢？在自动转换之前呢，咱们也得先看一下这个这些词，要记住。记不记得上节课咱们有一个 set type， 第二层是传个类型名称啊，对不对？强制转换的时候，那在一个变量付给另外一个变量之前，前面是不是有个括号里边也写个类型名称啊？那你能写的类型名称有这么多，还记得我前面写过 int 说是这个缩写吧？布尔型这个缩写现在都可以 ，float double int 都可以转成浮点型，还有 string 数组对象。它这些类型之间都可以转换，但是资源它就不跟这个参与了，资源是不参与的啊。像这样，现在知道在一个变量写之前，这括号里边该写什么了吧？嗯 ，int， 你就看想转成什么类型，名称就在这儿，对吧？像比如说我想把它转成布尔型，我有两种定义，一个是 bol 可以吧？嗯 ，bolen 是不是也可以？对，就是这个作用。那看自动类型转换。什么时候会发生自动类型转换？比如说在这里边我生一个变量 A 等于 10, 对吧，生一个变量 B 等于 24.5, 看到了吗？然后再生一个 C 等于 A 加 B。 那我现在想问妹子，大家也考虑一下，这个 C 应该是什么类型的？因为在一个式子里边两个变量相加，但是这两个变量不是同一类型的，对不对？一个是整数的，一个是浮点数的，对不对？那相加在一起，那 C 类型应该是整数还是浮点数呢？我算 4.5 应该是浮点数。对，你是按值判断的，对不对？其实它参与在执行过程中它有个自动转换，怎么的呢？小类型会往大类型转，小类型会转往大类型。什么小类型呢？比如说整型当初是用32位存的，对，对吧？浮点型是用64位存的，对吧？如果按容器来说的话，一个是杯子，一个是大水桶，对不对？那杯子的话肯定往水桶那儿去转，小的往大的去转。那假如说布尔型和整型相加的话，比如说我这块现在这个 C， 咱们可以看一下它现在的结果就是什么，是不是 float 34.5， 对吧？那现在如果我这块换成处整型，现在 A 肯定是布尔型了吧，对不对？ B 什么整型，那他们两个相加之后应该是谁转谁呀？得到的值是布尔型还是整型还是浮点型？整型对，是不是整型？对，整型占一个字节，不是布尔型占一个字节，整型占四个字节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再考妹子一个问题，Hello World 和24相加，字符串和整型相加会转成什么类型？对，
字符串存的是个数吧？不对，咱们先看一下结果。结果我说还是二十四，还是二十四，是不是就整件？对吧？那字符串是不是往先记一下？字符串是不是会往整成转？对，对吧？那如果我这块加一个这个 T R U E 处，非数字类型的两个类型，字符串和布尔型相加，会怎么转呢？是布尔还是字符串呢？还是什么呢？还是整形呢？整形，对吧？它因为这是加法运算，是参与的数学运算，数学运算一般都是数字运算，对吧？像这种转的话，你要说如果放到一副语句里去，那它会转成布尔型，变成真，对吧？那如果是参与加运算的话，它们两个都会先转成整形之后再怎么的再去参与运算，嗯。也就转换的关系的时候，在自动转换的时候，看一下这个图的关系，看啊，空管转成转，字符串是不是往整成转？布尔型是不是往浮点数转，往整成转？看到这个关系了吗？没有布尔型和字符串之间的转换，看到了吗？嗯，这个图就说明了这个关系。你只要记住一个规则，小的往大的转就可以。但是转换的，不管是自动转还是强制转，咱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一些规则。什么规则呢？其实前面咱们也遇到过一种情况，比如说咱们前面遇到过什么情况呢？就是记不记是整形的最大值，如果超过最大值，是不是自动转成负点数了？对吧？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的。那咱们就注意一下啊。假如说 A 我写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，比如说100吧，对吧？我用强转 plot 到了 A， 对吧？我现在获取这个 B 的类型，那应该是不是 plot， 对不对？那结果这个值应该是多少啊？是不是应该是100啊？对吧？嗯，那我再反过来，这是 100.1， 对不对？如果我转成整形，浮点型转成整形，那个点一带点一的是不是就浮点数？对，我强转成整形会出现什么结果？对，会变成什么？会变成100，这点能理解吧？因为浮点是变成整数，小数是不是就得不要啊？对不对？有这个规则。那会四舍五入。现在你看四舍五入了吗？现在肯定是一呀，是一呀，我现在9。看一下多少啊？多少？还是100。对，所以呢，就是在强转的时候就是割舍，这点理解了吧？嗯。那这个浮点数转成整形，对吧？咱们看到没问题，是不是就是一个割舍呀？但是假如说我，你看，我这个值，这是不是还是浮点数？对吧？我现在。我再小点儿，看到了吗？是不是得到一个没确定的值啊？他不知道那个值是怎么来的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，浮点数是一个64位的空间，整形是一个什么32位的空间，对不对？就相当于什么呢？有一个水缸和一个水杯的区别，整形用水杯去装水，对吧？浮点数用水缸去装水，那如果从浮点数转成整数的话，如果水缸里边就装水杯能装下的水，是不是转是没问题的？那如果水缸装满水往水杯倒，水杯只能装下水杯的水，那其他水是不是就溢出了？对吧？装不下会溢出，听什么？所以呢，这个整数里边是不是就是类似于那个最大的那一部分呢？对吧？啊，所以呢，从浮点数往整数转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这个数的范围，如果太大了是不行的。这点妹子理解了吧？那这是一个问题。那咱们再重点再讨论一下什么呢？字符串往整形之类的转，刚才自动转换和强制转换是不是字符串都得转成整形啊？会有这样的转换方法，比如说 Hello World 这样的转的时候，
会直接转成零，是不是直接转成零？什么时候才会转成数字？只有这个字符串前面有字符，什么？有数字字符串的时候，数字字符串在其他位置，比如说一二三，这个不管用。那你看，我们转的值还是多少？还是零，看到了吗？只有以数字开头的字符串，比如说四五六，这个转的时候会把字符串最开始的数字部分提出来，转形成什么？形成整数。看一下，是不是四五六？能明白字符串再往整数转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了吧？对吧？那如果我现在这样做，你看这是强制转换，对不对？到时候 B 等于100。我现在$C 等于$A 加上$B， 结果是多少？$C。对，妹子很聪明。A 被转成了四五六，不能读四五六，456，读四五六单个读是按字符串的读法，456加100，对吧？是不是就是556？结果，这就是一个强制转换后的一个结果，就是自动转换之后的一个结果。知道转换字符串往别类型转的规律了吧？这点很重要啊！没有数字开头的字符串就会转成零，对吧？数字中间有空格，四五六。咱试一下，这个有空格会转成什么？这也是一个合法字符串啊。就是你说会多少？456。那如果得到结果是145呢？那你能理解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是不是以数字开头的，中间断开的不算，和这个断开不一个意思吗？对吧？嗯，那我现在这块如果写个，现在这个结果是多少？对了，前面咱学过科学技术法，对不对？E 有 E 开头的，这是不是一个浮点数？这个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浮点数？四五六，456乘以10的3次方，对不对？这个也会到这儿转，所以 E 不是一个普通的字符串，对吧？它这里边是有科学技术法的意义的，所以这个结果咱们看一下，等，是不是变成456100，对吧？这个值了，这就是咱们类型之间转换需要注意的细节。字符串再转成别的类型，一定要知道字符串什么地方往那边转。对吧？然后呢，还要知道类型不同的空间转换的时候，这个容器大小的问题，像大浮点数往整形转，对吧？这一个问题，还有呢，整形转布尔型或者什么的，都会出现这样的空间大小不一致会转换的问题，对吧？嗯，这就是咱们的类型转换。当然这些呢，只是咱们需要重点了解一下就可以了。类型转换咱们用的地方不多，但得知道。嗯，那另外咱们再看一下，这是类型转换的一些细节。另外呢，咱们对类型还有这么多，看一下类型测试的一些函数。啊，咱们平时有的说了，我想判断一个类型是不是布尔型啊，是不是整形啊，对不对？那有的说用这个不能获取的类型字符串吗？我平时写程序的时候这么写不可以吗？比如说，如果判断使用什么？get typ 获取到一个变量 a 等不等于一个字符串，然后处理什么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在别的语言里边是这么做的，听懂吗？强类型语言里边是不用判断是什么类型的，因为该什么类型就是什么类型。弱类型语言里边会有判断类型这一说法，但是判断呢 ，PHP 里边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判断方法。你想判断什么类型，都是使用 int 开头的 ，int 开头的是否为空。比如$A 变量是否为空，如果是空的话就是真，对不对？判断是否是数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判断是否是字符串，你看都是以这样开头的，有多少呢？那一共有这些，大家可以结合后边的，里边就传一个变量或者一个值，那返回的就是布尔型值真假值。如果返回真，就说明它是这个类型的；返回假就不是。看一下，那后期呢，我也会挑重点给大家用一下。咱们经常用的这里边，我给大家说一下：判断是否是数组，这个判断是否是空，判断是否是
看这个是否是任何类型的数字和数字字符串，什么意思呢？就判断这个字符串中是否包含数字，就像刚才说四五六 Hello World， 听懂吗？就是判断这东西是否是数字的东西就可以了啊。这是函数之间的，就是变量之间、类型之间的一些转换。嗯，你说。它是 A 中 N 是判断是否为空，那 I 那个是判断内容是否为空内容，这个判断是否为空类型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对，也就是这个。明白。如果 EMPTY 判断 $V， 判断这个变量的内容是否为空，而这个 A NULL $V 判断 A 是否什么是空类型 NUL 类型，对吧？嗯，这俩是不一样的，得到结果也是不一样的。像这些妹子这个问题呢，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这些问题啊。这些都是平时经常使用的，先了解一下就可以，后边咱们经常用的话你知道这块咱设计过就行。好，那这几个内容呢咱们就先教到这里。那到这的时候呢，咱们这个数据类型咱们内容就算结束了啊。大家呢当然了还有一些不太熟悉的地方，但是呢经过后边课程的学习和你的实验大量的去写，那这些基础知识就是应该没问题的。嗯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。